那没那么嘛就没胡不会个咋呢？家的别个不吃而不吃嘛呢？家的别个不吃啊呢？俺那啥呢？有啊那路提个叫嘴呢？不对家对个个阿姐家那姐来得来头来的，阿舅舅家对好那嘞，新娘没落那，提不那个嘛呢？到这那六月呢，家老人家没那么嘛就的。你把大车围活围了，你车西也无晓得。家的别个吃菜二吃菜慢呐，还吃菜怕吃菜累几呢？破四百的头，老妈妈弄砖提成白叫呢。有哈阿姐来女他，毛头那阿姐来家家，牛波肉噶五二噶个中大，阿卡大阿右边五毛二噶个家对话啊。天呐，有啊那路上女呢？家对别个不吃慢呢，牛波吃菜二噶个那。有妈有特有路，有看哪儿喊你阿卡巴掌，阿苗路喊你学会阿咯。我在沿江喊你阿卡巴掌呢，有哈么的就把你了哦。家的人早儿叫都叫呀那，阿的中国与南生与西施远家喊你出一组带出这些妈来争当工出为会呗，让阿来拉路拉起啊。家的人真呐，与男生与其是冤家，喊你出一出，带出这些马来真当工出会白叫啊嘞，那都来请啊的。和那阿德马尔喊你阿靠家的人真怎样啊嘞，那都啊。家的人真儿叫都叫呀，那都来请个个特高呐，要哈门要哈票提高差，特苗五个吧呢。如果我来多他爱皮老二下边那，你带你我来接俺妈来埃及。你妈提示，家的人被好里某娘来女主头喊你阿卡子，好里呀亚拉欧米呢，你很新米娘来女大呀亚拉。皮皮叫都叫呀，家的很讲女家女为儿，你妈态度到阿卡那不老二啊。原家先喊你阿卡把这一出去。陪咱们弄一口我拉米哈嘛嘞，哎，多可好呢！那路婆你个娘嘞，又按那路头路讲啊，你那原家新品某家不饿我拉白的哥呢？家带好，家带表个光牛，啥一个咋？吃菜不吃肉，不读不摸二个咋？头面还蛮好呢！那你们策划明年嘞，人啊，送那。有个那儿喊你阿卡巴掌呢，爱吃爱追呢，抢大儿干嘛晓得？你妈拉大拉追，吃西吃毛儿个个，提嘛提嘛做个嘞，你陪我莫混啊！那有你阿姐你那怕个儿那，马来镇当工村委会头扛，喊你阿卡脚肚来好洗脚，擦起个脚，公司朋友录用都嘛来嘞。土路个二家哥嘛，全部二个哥啊！那那家的别个不吃马白，俺那儿在是提个那家儿。土龙镇好，家的龙镇那马窝马哈伢儿龙镇。每到昆明，顾哈好家的头年的那昆明好远家头卡白朝见阿姐。从毛就家闽南个，家的龙镇那二海阿拉昆明阿拉嘞，土路个伢儿包姐。特米茶红西独木阿呀从个杨阿姐来金马军那特罗家头拍家人啊特米呢阿卡呢还也让个有个阿那儿还你阿卡巴掌那特罗家到拍家车里呢家的人真那阿卡马的家人啊来家车独立人啊那你啊随后大家这么念啦牛伯家的别个不吃马呢不吃立人那阿德马儿家的人真那阿德中国与南生与西施远家喊你出一出带出这些马来镇当工出个会白讲啊嘞那蹲他嘞讲这嘛啦哎呦你那阿德马靠就好那要见面呢塞几个个妈妈你阿就啊嘞那阿德马阿卡杂就有啊那路阿卡尼亚打怕呀吃路吃起个个啊阿你和个家哥等他牛伯家的别个吃菜嘛呢？吃菜里二个个那二个个那就到了六月呢，家老人家嘛的。俺那到这呢，
牛婆家的表哥吃菜米恩来尔阿错那阿哥哥就那嘞家的呀，牛婆阿得洗手板那呢你那呢，家的表哥吃菜来米小麦小黑尔啊那杨翠花，杨翠花那洗手板那走哈尼出小黑尔副会长啊，杨翠花呗我吃小吃来尔那黄文忠，黄文忠那普尔斯哈尼出小黑尔常务副会长。特能婆牛婆就这俩米二儿乌然那特面干啊，洗手板那做哈尼学会儿不会张么秘书长给他儿谈标，洗手板那做哈尼学会儿不会张抹哈先哈尼学会儿会张李桂英，洗手板那做哈尼学会儿不会张姬红丝哈尼学会儿常务不会张杨红康，洗手板那做哈尼学会儿不会张木兰仙哈尼学会会长阿萨，普尔斯哈尼学会不会长莫秘书扎格塔尔李文斌，普尔斯哈尼处学会不会长南昌会会儿圣托扎钟德华，普尔斯哈尼处学会孟林会会不会长阿宇，中国医学科学院游泳植物研究所云南分所党委书记所长主任技师李阿，普尔斯哈尼处学会儿副秘书长阿冷，抹哈县哈尼处学会儿副会长纳诺萨哈尼亚卡文化拉约扎扎会长阿土，抹哈县哈尼处学会儿副会长母土，吉红市哈尼处学会儿副会长张伟光，西索巴纳州哈尼处学会儿办公室副主任张文新，西索巴纳州哈尼处学会儿办公室副主任皮德，吉红阿卡扎文化传播中心儿总经理苏琪，抹哈县哈尼处学会儿副秘书长加帕，抹哈县哈尼处学会儿副秘书长马秀琴，吉红市哈尼处学会儿办公室主任副秘书长王小林，抹兰县哈尼处学会办公室副主任龙舟，普尔斯哈尼处学会木莲会会儿副秘书长阿布，吉红市哈尼处学会儿理事米拉，普尔斯哈尼处学会木莲会会儿会员李丹，普尔斯哈尼处学会儿会员李新梅，普尔斯哈尼处学会儿会员龙志祥，有言说即是李娇优，木兰县哈尼学会儿会员木兰来特面娃刘安。我的宝宝就家的表哥就吃了个个那和个个那喊个日子啊你家老几年嘛的。